果请进来了后，然后突然他们就提一条红布，就是把这里前面遮起来，然后就叫男生都出去。女性长辈在换衣服哈，男性一定要回避的啊。对对。哦，可是你从我来南星宫是不是这样还是特别的？南星宫的这个卡兰牙吼，算是地方吼乡土神经有代表性的一个神尊。卡兰牙，刚是家人尊者。每礼拜三暗时十点半，宝岛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